随着21世纪的科技发展进步快速，国防武器也不断提高效能，各项装备操作及维修保养人员的培育愈行重要，成为战力发展关键因素。近年来，国军积极推动募兵制度，除了希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国军行列外，同时也是希望能够留住经验丰富且技能娴熟的官兵，同时从培育、辅导考照和专精训练等作为着手，朝职能化、专业化发展，以提升整体人员专业素养，进而达成支援国军防卫作战需求目标。我本身是大学应用外语系毕业的，那当初毕业的时候觉得说英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，我本身并没有一技之长。加入国军之后被分配到的单位是属于飞行个人装备的检查，那我刚好也符合我自己的期许，可以学习一技之长。这边我觉得刚好有现成的资源，而且还蛮丰富，让我觉得说加入国军既可以考取证照，而且可以学习一技之长，不管对我退伍之后还是说选择继续服役都有相当大的帮助。空军向来将人才培育及专精训练列为重点工作，针对各层级各阶段所需的专业知识与管理修护技能，建构完善培育制度，有计划地培养优质人才，确保人机训练安全与坚实战力。他之前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，他的工作环境来讲一直局限在那种地方哈，可能没有什么向上发展的机会，然后认识的人也比较少，然后来到军中哈可以见识的更广，感觉可以有更向上发展的机会。之前工作那个地方，他基本上是如果我就算再多努力，可是如果上面的人没有离职或什么的，其实很难再往上爬，那就一直在那个职位。但在军中其实只要努力一点，再努力去考士官或什么的，都可以再往上升。以前就是还没进当兵之前，他就是说生活比较懒散，现在他就有他正常的规律，按我们做父母的就觉得说很放心了。其实当兵是一种就业的，他会让他的心智更成熟，让他在学习的方面更有心去学习。军机起飞是任务，落地是修复。在空军，地勤维修团队的光环不是飞行单位的耀眼，但是功能与角色却一样重要。事实上，每一架军机得以发挥战力的背后，都有着空军地勤团队辛勤维修的卓越贡献。由于这些无名英雄的默默耕耘，付出专业职能与智慧，才能为飞行安全做最严格的把关。飞机修护是一门非常专业的技术，那里面有包含不同的技术，那学长跟班长们对这些技术都非常的熟练，而且也有考取相关证照。然后在工作之余，班长跟学长也会让我去学习这些技术，然后也让我可以顺利的考取证照。这些证照不管是未来我有没有继续在军中服务，或者是说我到外面寻找工作上，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所以我觉得选择成为志愿役士兵是非常正确的选择。为扩大募兵成效，满足基层部队人力需求，借由在营期间接受职务历练及训练养成，培养实务管理、服从抗压及刻苦耐劳的特质，奠定军旅职涯向上发展条件，同时也鼓励官兵运用工余进修的辅助管道，取得学位及证照，提升个人竞争力，有利于退伍后继续投入民间职场。我待过空军的通航站管，一直从事的是有线电修护这一方面。那因为修护，我们就是要换零件、换设备。那我们对器材的收拨、器材的清点，甚至是于器材的料账相符算，
对料以及库存设施的安全维护，这些种种我们都有接触到。军中的这些经验的累积，让我成为公司中优秀的人员，优先考虑聘请我们回来继续服务。因为当时在部队的时候，刚好有这个机会接触到公安这个部分，所以我就去考了一个劳安乙级。然后在考劳安乙级之后呢，因为退伍之后刚好衔接到这个工作。其实在部队上所学的这个部分，其实在社会上都一直用得到，包含我在这边也都是一样。然后最主要是说，你在部队当中除了本身的部队的部分要学习好之外，在外面你就等于说要利用公益的时间去做一些进修的动作，这样的话未来就算你留在军中，或是说你到社会上，都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从多位有志服务军旅官兵的优异表现，证明从军是一项创造个人、国军与国家三赢的最佳选择。携程欢迎有志青年加入国军行列，为您的人生创造不凡的崭新起点。